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长，好久没有给大家做开箱视频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本店的迷你铁板，它虽然叫做迷你铁板了，但是它的材质呢是钢的材质，是日本的本店叫做 Kendo 的一个本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封一下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都是这种真空包装，这个没用。这种真空包装，一个铁板用得了这种真空包装吗？它这个带着这个铲子，应该是插在这个地方可以方便移动它的。它这个做工感觉上还是比较精致的，还是蛮重的。它的价格当然了，本店买的嘛，当然是100日元了，这个不用多说了。它这个周围有一圈这个凹起的部分还是比较好的，如果是平的话，如果要煎什么东西的话，容易漏这个油或者是一些东西，如果这样收起的话比较便利。然后这个是带着个小铲子，这个小铲子应该是这样放着，后面移动它。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，它的长度大概是13厘米，宽度的话是8.5厘米，迷你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它配套用的是我们这个 SOTO 的这个卡斯炉，放在上面。